嘉义市嘉华中学获得教育部同意，成立全国唯一以报考军警大学为目标的特色班，每年招生。今年新招37名高一生弃班，学校聘请合格教练开设射击、柔道以及跆拳道特色课程，提供学生在学科课后接受专业的实考训练。虽然过程辛苦，但是同学拢认为，只要会当考上理想的学校，未来会当做警官、军官，再辛苦嘛有价值。中二在教练的指导之下，客气空气静瞄准准备射击，把握每天课后的时间接受专业训练。对一开始练习到今麦短短3个月，是展现真出色的成果。虽然过程较辛苦，但是对着未来报考军校或者是警察大学，都有真大的帮助。这是嘉华中学年生全国首创以培养导考军校或者是警察大学为目标的领袖人才班，核准独立招生，拍算要招收47个人，每年6月份接受报名，7月份考国文、数学和英文。今年试班征求在校的高一学生来参加，欢迎真热烈。我们向政府申请了这个特招，那也承蒙我们这个政府经过了很多的这个审核，然后通过了我们。所以呢，我们从这个103年开始的这个招生计划就有这个班。为着要让学生囡仔当顺利考到家己理想的学校，校方针对着军校和警校考试来设计课程。一般学科无减少，但是学生每一天都爱留伫咧学校加强授课，参加军校、警察大学入学考试会当加分。在课程方面啊，没有减修任何一节课。我们还注意到，他们将来要考这个繁星，从繁星去登记的时候，他们的功课要好。所以呢，我们在学科方面不减修，但是我们这3项技能呢，可以让孩子充分的在学校里面受到栽培。另外，我们还每天都练习他们的体能，好，让他们能够非常容易的去实现他们的理想。因为经济不景气，真侪学生为着毕业了后就业的稳定，计划要读军校或者是警察大学。嘉华中学校方善用原有的射击、各有跆拳道、柔道教室，提供学生加强练习，希望让这些囡仔顺利考到理想的学校。最新新闻中，由王小三、江义奇采访报道。